我说姑娘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跟你说对不起了，你就不要再不依不饶的了。杨总，有没有关系啊？他撞疼你了吗？疼倒是不疼，但是要是别人撞到我还好说。你说他就是一个打扫卫生的，我嫌他脏。你说你也真是的，你不会看着点啊？我告诉你，这可是给咱们公司谈合作的杨总，你要是把他给得罪了，这个项目拿不下来，我为你是问。李经理，你怎么也这样说我呢？那你也听到了，我都给他道过歉了。你道歉？杨总还生着气呢，还没原谅你呢。李经理，你们公司的人就这种素质，我看这个合同不谈也罢。以后的，杨总，你别生气啊，别因为一个臭保洁把咱们之间重要的项目给耽搁了。这个臭保洁啊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就是个下等人。那个，回头我就把他给开了。啊，李经理，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把我给开了呀，这我很需要这份工作。行，你不是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吗？那这样吧，你跪下给我们杨总道歉，杨总原谅你，这份工作你就可以保住。李经理，你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分呀？我这么大年龄了，你怎么能让我给他跪下呢？李经理，我看你这御下无方啊，一个臭保洁都敢反驳你了。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你现在收拾收拾你的东西，立马给我走，你被开除了。李经理，杨总，咱们走。李经理，李经理，这该怎么办呀？把我给开除了，这我等着这份工作养活我们家老小呢。啊，小张，你就按我说的办。行，进来。董事长，这就是杨总。你好。就让大明啊，杨总，咱们去那边坐吧。哎，这边请。哎，杨总，你请坐。哎，董事长，这个合同的细节我跟杨总已经商量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正式签约了。合同？什么合同啊？啊，咱们跟杨总公司的那个项目呀。啊，那个项目，先等一会儿。我先让你们见一个人。见人？见什么人啊？难道咱们之间的合作还有第三方吗？啊，没有第三方。这个人啊，你们俩还挺有渊源的，你认识。等一下他来了你就知道了。杨总，想不到你在我们公司还有老熟人呢。没有啊。赵董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我倒是挺好奇这个人是谁呢。再等一会儿啊，你就知道了。请进。董事长，你叫我呀？是啊，王姐，来。赵董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咱们谈合作，你让一个臭保洁过来。那个杨总，我们董事长肯定是知道他得罪你了，让他过来给你赔礼道歉的。是的，杨总，你看我使了眼光冲撞你了，我让他给你道歉。王姐，给他道歉。啊，那行，对不起。你刚才那股嚣张劲儿呢？杨总，你别跟那个臭保洁一般见识，你大人有大量。杨总，你看我这员工跟你道过歉了，我应该也跟你道过歉。这个员工冲撞了你，为了表达歉意啊，这里啊有2万块钱，算我给你赔礼了。对不起，你收下。那行，既然赵总都这样说了，这件事能了，就这么算了吧。那个杨总，我员工这个事是不是就这么算了？那当然，这事就翻篇了。那行，您的事翻篇了，但是我员工的事还没翻篇呢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一个保洁能有什么事啊？杨总，这个员工不小心碰到了你，这欠也到了，这钱也赔了。你看你打我员工一巴掌，他的事该怎么算呀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谁打他了？怎么着杨总，这敢做不敢当，这我在监控里啊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打我员工一巴掌。董事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杨总可是咱们的重要客户，你至于为一个臭保洁这样说他吗？李经理，你给我闭嘴，你的事等下再说。杨总，你看这个事该怎么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那你想怎么了结呀？该怎么了？王姐，这他怎么打的你啊？你怎么打回去？董事长，我……王姐别怕，有我呢，打。王姐别怕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好可要想清楚。这
董事长，要不这件事情啊，就算了吧。不行，不能啊，就这么算了，给我打。我打。行了，赵总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合同啊，咱俩不用签了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杨总，杨总，你给我站住！送你一句话，像你这种啊不知道尊重别人的人，永远不会啊给我们公司谈合同。董事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谈成的，就因为这个臭保洁现在搅黄了，咱们公司得有多大的损失呀？你给我闭嘴！这他是咱们公司的员工，不是什么臭保洁，这你得尊重他。我告诉你，这人啊没有三个九等，工作啊不分高低贵贱。这外人啊欺负咱们这个员工，你作为经理不但不维护他，还助纣为虐，你是怎么当经理的呀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啊。你说的好听，是为了维护你自己的利益吧。李经理，我真是看错你了，枉我这么栽培你，让你啊当经理，你就是这么做的呀。我看啊你这个经理位置啊不合适。董事长，你可千万别把我给开了呀，我好不容易当上总经理这个位置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你别把我开了行不行？现在知道错了晚了，当时你开除王姐的时候你就没想到有这一点，有没有考虑她的感受啊？行了，别再说了，赶紧走去财务挽留公司。董事长，你走不走？不走我就管了。我走。董事长，对不起，是我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呀，王姐你别这样说，这说来说去都是他们的错，跟你没关系。董事长，这是我被公司拖后腿的。王姐你就别再这样说了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公司啊谁最重要？那当然是咱们公司的大客户了。你错了王姐，不是客户，是员工。这客户没有了可以再找，这员工要是不在了，那这公司不就成空壳了吗？有什么意义啊？今天啊让您受委屈了，这样你早点下班，好好回去休息。董事长谢谢你，你放心，以后我在公司会好好干的。王姐我相信你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好。